快线，这个是拉丝已经死，已经失去尸体。啊，闪现还没，还要被抓，玩你吗？我们打野怎么才一级？这打野在干嘛？啊，玩不了。为什么打野才一级？哦，他没有买打野刀，那没事。中路是你爹，中路是。我先吃了 B 了，跑路跑路，直接 B。W 用的真金，真快。操，打不过，谁发的？你这发的，你把这人到底发什么东西？今天应该不知道，看情况吧。看情况。
小月应该在下半夜去，现在直接推。死不死啊？熊创造我也得杀你，我操，这个大树这么帅，哇好弹，直播间直接退了 ，ID 没人投，我操 ！ADC 两个助攻，我都不会看，我不怎么玩，我操，我都不会看厄斐琉斯的刀，看不明白，我到身上有一圈圈圈的，这好像是最猛的刀，飞轮寒，你会看吗？我是不会看。真凶，我只来大乱斗玩过。然后就可以毙了，毙了，毙了。跟你们说，这种时候小月下半野去刷了，我们直接把他脚，直接去把他下半野去全刷了。中路线其实可以不吃，吃不吃都一样。哦，小月在上路，感觉可以上路抓一下。应该死，把中路线吃了，中路线吃了，直接去下半野去。小月下半也是这边想吃，好像可以去上路，上路打一手，他肯定会打这个石头人的，肯定会打。嗯，人呢？操，这都不打，这么夸张，好像有点亏，亏中吧。这都不刷这个石头人，打峡谷去恶心了、啊！哼，我他妈我就要我要就要就要恶心他！别吃了，别吃了！给我去死吧！得了，我人也没了。应该是死了，这样子亏吗？其实好像也还行吧，这波其实是不亏的，这个小月死了，这波其实不算亏。
只要这个小队死了，那就不亏。直接戳大眼不到。还是玩脱了。上路人没了，一套连招带走 ，Q 都能 Q 歪来，烫死了。这两个人没了。下路去不了，回中的。我方一点蓝都没有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打得过他哦，结论是打不过，打不过。好多料，问题不大吧？这个小月他等我要去上半野区，但我来不及过去，来不及过去，有点小难受。这闪现是浪费了，但有关系吗？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要的就是个突袭不易，我要的就是这个角也直接当场暴毙。这闪现确实是浪费了，但没什么关系。这种情况我不会放这个闪现的，这个角月是必死的。必死的。这么夸张，你已经是齐亚娜传奇的一张了。Enemy double kill， 下人们踩过的人，我可发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这个人有个不假鞋，伤害很低的。我这波可能会死，那也会过来的，我可能会死。看他们这，看他们能不能打过。哦，打过了。我直接去把这个小妖的野区全刷了，我让他无野可刷。这样子他就只能去吃队友的小兵。还好技能没通，他妈的！直接拿下
哦，他们的辅助也是补位的，那他们那个大叔是玩上路的，他好像玩的没有你好。哦，好。我不是高傲，我是真理。大叔也是半成品。我这波其实想爪子位移过去的，爪子位移过去能规避二技能，但我那个好像被打断了。死机的废物。跑路！这不以魔刀挡了，挡了这个伤害挺关键。这把不买鞋子了吧？这还好出的是大眼魔刀，出别的装备我可能被他一套秒了，一套秒。这小薇现在没有野怪刷，哦，他好像刷了个蛤蟆。他现在就只能吃队友的小子，他没有野怪可以说，你去打野他吧。上路刺线，我知道他的想法。哦，吉亚娜来了，他比他的九个姐姐厉害得多，不敢相信他不是你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笑死我！我大眼魔刀跟你开玩笑的。大眼魔刀跟你开玩笑的，想多了呗，死去。有一说一，这个大眼魔刀是真恶心。我都没死，我这。好杀，把他们全杀了，猥琐流锤子，直接开挂锁血挂。这分段的人都挺会玩的，也就那样吧。我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两个十一级的连体。这边的好像没有了，找一在上路。
野区可能都被吃掉了。哎，可惜我应该早点来的。我早点来的话，这小野必死。这好难受呀！这波可是差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这地方最好有一座我的塑像。这把我直接魔抗拉满，我直接站着跟这个小月 A。正常情况我是出 CD 血的。这小月要去刷 F6， 把 F6 直接吃了吧，下路兵线我不要了。直接录了，把他石头人也吃了，怎么还敢吃石头人啊，废物！啊，十二级的教育。小丑，直接无杀。这个号没有那个表情，没有那个落爆的表情，挺难受的。抓你爹！拿下。